请天辉方禁用英雄，请 Secret 战队禁用英雄。哦，有一把躺赢了，对，有一把敌法躺赢了，那把跟敌法没个什么关系啊。还剩五秒，请天辉方禁用。哦，有一把躺。看一下这边一血是吧？秘密的一血，扮的是墨克海明土猫，是吧？原始酱油扮了六个酱油英雄。戴泽精灵巫妖，那这样的话秘密这边一选还有什么酱油呢？大牛光法拉比克斯文就位，是吧？这个斯文应该是全将的锤子怪，是吧？应该是全将的。好吧，在下大胆预测，是吧？首先是外国队爱打五号位锤子怪，然后就是全将，是吧？这个选手他很钟爱这种力量型的五号位，看这边的酱油，是吧？之前说到的几个都可以，是吧？什么大牛啊，默克是被办了，大牛、双头龙，或者说，首先蓝上场率也挺高的，是吧？蓝，请夜眼方选择鹰狮王，五号位狮王，是吧？选了一个线上保人比较厉害的酱油。是吧？狮王这个英雄选出来就是收菜的概率会比较高，包括是吧 First Blood， 因为这个英雄前期厉害啊，是吧？一个打两，还剩十秒，特别是打力量英雄，还剩五秒。请 Secret 战队挑小小，小小，是吧？这一手小小拿出来的话，小小是吧？是可以打酱油的，也可以打中单，是吧？小小现在就是二三四五号位，一二三四号位都能打，除了五，是吧？五号位概率是很低的。还剩十秒，而且现在小小这个英雄胜率还挺高的。这版本确实小小厉害，加上全能是吧？灵活，他可以换位置。秘密的美杜莎，感谢泽少爱的飞机，感谢送的飞机。还剩十秒。请天辉方禁用英雄。感觉现在的秘密没以前的秘密厉害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看了今天的比赛啊，有没有感觉到啊？我是感觉现在的秘密没有以前厉害了。禁用英雄。妈的，谁又在按门铃啊？我开下门啊。
还剩十秒，还剩五秒，又他妈的是爱心外卖。对，秘密办了一手敌法，现在基本上拿美杜莎都会办敌法，是吧？首先敌法现在可以中单打美杜莎嘛，然后确实打到后面，美杜莎算是一个请天辉方比较木的核心，是吧？很怕敌法带线。还剩十秒，还剩五秒，请夜眼方射完蝙蝠，办了两个三号位，对吧？他们也觉得这个十万啊，应该是酱油。啊，明天的比赛是另外两个峡组，是吧？中国队有茶队跟 VG。哎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明天，明天是，就之前在鱼吧是发过赛程吧。Liquid VG 战队挑主宰 Ghost Storm 还有 TP 是吧 ？TP 是独联体的 ，Ghost Storm 是北美，然后是李逵跟 VG 是吧？然后另外 D 组的话是 EG Fnatic A 队跟茶队，还剩十秒。还剩五秒，然后明天十点的话是，十点是李逵打 TP， VG 打 Ghost Storm， 然后 EG 打茶队 ，Fnatic 打 A 队。那这样的话，应该明天 EG 打茶队的话，跟 VG 打 Ghost Storm， 主要是 Ghost Storm 这个队啊，不是很了解啊。对，我查一下是哪些人啊。请夜眼方选择英雄。还有萨满。哦，是那个棒子队啊，有几个棒子是吧？两个棒子，双酱油是还剩五秒。哦，不对，他们一个打三，一个打五，还有那个魔，那个魔，现在打 C 了，我操，这个兄弟。以前有两个以前 MVP 的队员，还是 March 跟那个 f
four。还剩五秒，还剩五秒。这个队厉不厉害啊？我看一下，赢了 COL， 赢了那个套套队。哎，这个队还赢过 EG， 赢过。反正明天到时候还是来个投票，好吧？看想看哪一场，到时候来个投票 ，EG 打茶队，或者说 VG 打 Ghost Tomb。请天辉方禁用英雄。父王。李逵不是啊，李逵是打外国队啊，我们肯定看中外对抗呀。还剩十秒。不过李逵这一次比赛是傻豆首秀，好吧，是吧？傻豆现在代替了奇迹哥呀。请 Secret 战队禁用英雄。液体是中国队啊，兄弟，液体哪是中国队啊？叫一个手的傻豆，等于说你们希望液体夺冠，这是 Major， 还剩十，不可能呀，好吧，李逵不可能夺冠，还剩五秒，好，这是我的一个承诺，请 Secret 战队挑选英雄。奇迹哥加流四号啊，凉了，所以说这次比赛来不了。还剩十秒，还剩五秒，请夜眼方选择英雄。舰队统帅昆卡，先看一下这场的一个 BP 吧。这边后面三手好吧，秘密这边是拿到了萨满。船长斧王，那这样的话是五号位的斯温是吧？鸭脖子四号位的萨满，三号位船长，三号位斧王，中单船长。FWD 的话，这边依然是一个 Lucian 的剑圣，中单小小不对啊，还剩五，中单还不好说。最后一手好吧，看最后一手，这个先知应该是三，狮王堡剑圣，小小的话不是四就是二。大圣，那这样的话是四号位小小。那秘密这边是可以考虑美杜莎走中，或者说看谁走中好吧。我感觉这把船长应该是不哦，不过船长好像可以打大圣啊，之前见过那个对线。看这把 Mid One 是吧？而且 Mid One 作为一个猴王是吧？他也是一个大圣玩家，他应该是知道。大圣和那个船长中路能不能打大圣的？反正我之前是见过中路船长打大圣是五五开，是吧？如果这把船长走中的话，应该就是可以打大圣，是吧？如果他跑了，是吧？走边路去了，那就是船长是打不过大圣的，因为 Mid One 也是很喜欢打中单大圣的，他应该是知道，是吧？能不能打过？你们猜能不能打过？是吧？船长到底能不能打过大圣？因为之前我是看过一把对线，叫船长一级开始就用水刀耗这个大圣的血，大圣有点那个补给啊，需要一直运一直运，因为他那个现在这个水刀那个大圣有点吃不消，一打一打不过吗？我觉得打得过，好吧，我觉得打得过。那看看谁说的对嘛，好吧，看一下这把船长是不是走中，我觉得 Mid One 应该会走中路。
请做好开战准备。哎，你们对了，好吧，应该是打不过，因为船长跑了，米德旺跑了，直接去优势路了。这边是丽莎的一个中单美杜莎。父王感谢你。大圣这边也是，我这村庄是中单的。没胆子，你准备好挨揍了吗？非常好。大圣打美杜莎应该也能打吧。看这一把，这一把应该是 FWD， 好吧，在下大胆预测啊 ，FWD 一血收菜，好吧，一血收菜，能不能赢就要看，不好说了，好吧，这把阵容方面的话，讲道理。秘密的阵容很扎实，是吧？有空团战也能打，后期也厉害。FWD 的话，这把要看这个大圣的节奏，好吧？我觉得这把应该是撤全场，这把应该是 FWD 一血收菜，然后秘密运。好吧，鱼王看着牙，好吧，看着牙，买定离手，上路这边是萨满斧王，斧王这边是双元盾，应该是要断兵。哎。等于说第一波兵补完就补到了一个兵，补了一个刀。哎，这边补完有点扛不住啊。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。小白这边也是帮补完勾一下兵啊，把兵勾过来。哎，这个补完就一百血了。哎，不勾一下这波兵吗？有点不专业啊，要不子。他完全可以把这波兵勾过来，好吧？因为他的鞋剑圣是杀不了他的。斧王刚被抽了16点力量。看中路，中路这个大有问题啊！大圣六杠三，中路五开啊。下路。三杠二的九杠一，我操，这补刀这么高，米德旺这船长。加速！宇宙哥这个船长他没有买那个金甲石啊。哎，网座赚不赚？但这个死亡很强壮。反补成功。哇，这个大药被打断了，很伤。但死亡，死亡这边特别需要送一波啊！这个死亡已经废了，没血没魔，还走回家吗？这边鸭脖子跟着他，好吧，完了送野，哎，网住了，200血，没圆盾的，哎 ，A 一下 ，First Blood。秘密的医学，哎，这边风暴。这是什么军团？鲁迅是钻石斧王，正受到攻击。
200多块钱好吧，钱有点多啊。中路，哎，上路上满 S 了，是吧？霞霞过来了，这一波是。中路的话，小优是吧？大圣，哎，这一波压脖子好吧？这一波的 TP 资源很关键啊！刚刚说大圣优势，这边就被踢过来的上满杀了。正受到攻击，我操，秘法鞋好肥啊！哎，死了！你说说肥，谁肥谁家死？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，看一下赏金符。下路这边全将吃了两个。那是我的了。天辉军团，这个船长为什么会这么肥啊？优思路，哎，这边开悟了，两兄弟，空投吗？这是要看是不是空投啊？不空投死亡，死亡有没有墓碑啊？没有墓碑。哎，先知，哎，大圣放了一个大招，这秒美杜莎，哎，这个一棒子没吸到血，一换一，这一波是史温也踢过来了。这一波好像是先知没招数人，对吧？没招数人。先知像这种冲塔的话，先知最好有招数人，他可以招数人扛塔。三路这边怎么又死了呀？载歌，载歌这把有点不振作，买了一个什么？那、啊、怎么这么穷啊？就一双鞋子。继续劈斩，死亡这边是送塔。哎，又来了 ，Lucian 打得很凶啊，六级有大。来吧，吼了一下。哎，这边想斩的时候是被躲了个视野。正受到攻击。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，下路这边三兄弟，夜眼中塔正受到攻击，跟我的战舰还是死了。我操，这个72变躲锤还可以啊。这边是用睁眼封掉了这波中野。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，下路这边宇宙哥船长是到六了。受到攻击，这把斧王好穷，好吧，好穷，1800的经济只有。哎，这边电一下拉住，先知识飞过来了，哎，大圣也来了，压脖子。
就在附近。天辉上塔，假腿先知啊，这个先知力量假腿，很肉。哎，这不斩吗？哦，他没五，没六级。先知没到六，哦，那个斧王没到六。天辉上塔已被摧毁。哎呀，别想走！哇，这个船！哇，死亡这边是一个地是收掉了，没杀。正受到攻击。剑圣这边是有无敌斩啊！我操！这一水刀漂亮啊！没错，就是这个标记。密斗万。什么情况，中路？这边鸭脖子又死了。你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现在船长这个水刀确实好痛啊，伤害好高。哎，这边使命令赏金符，是吧？人可以死，赏金符必须抢。这边又是一个标记，开船了，一刀，两刀。早就应该收起你霸气二哥，哎，锤只锤两个接水。先直接 TP 是吧？船长很弱，有两个护腕。这边大圣鸭脖子好像是看到了，中塔已被摧毁。哎，被吼到了，接空杀，正受到攻击，脾气好大。去另一个世界，不要再让我看见你。假如这个塔不放，全将也好飞啊！这边又是一个锤接水，标记船。正受到攻击。又是一个锤，是吧？作为一个五号位酱油，血指双护腕，魔棒剩下400块。美杜莎这边是开启了大招，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，对，是踢过来守塔了。这边是买了个补刀，补刀斧的话也是防止这边先知的捆嘛，是吧？发芽，对面有个先知，这个大圣节奏取炸，2-5-5，下这个塔好像能反吗？天辉下塔已被反补。王这边是终于先锋盾了，十二分钟，很穷啊，3100的一个经济。哎，对啊，这把谁的菜啊？看一下，秘密一个，1、2、3。夜眼下塔正受到攻击。1、2、3，好像是秘密是吧 ？FWD 吗？给我们倒下！回中塔正受到攻击。不，
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，天辉建筑全面加固，双倍伤害。这边经济两边咬得很紧，人头也很紧，好吧，14比14。哎，又是一个标记。我这把这个斧王有点忒穷了，是吧？斧王这个英雄肥了才厉害，不肥的话，你像被追着打。就这样战死了，你的时机到了。风水轮流转，太棒了！这些都是财富的种子。有啥能买的？这边四号位小小反而是率先做出了跳刀，王这边 还差1000跳刀。哎，上路米德万标记了，宇宙哥那个男人非常的淡定，好吧，非常淡定。天辉中塔已被摧毁，这边陆逊的剑圣是选择的一个丧尸的出装，上塔正受到攻击，增强了一下前期的战斗力。来，锤子开船，我们是开出了风暴。喂，斧王这个位置吼到了三个，但他已经扛不住啊，已经扛不住。是吧？剑圣，你像打对面有美杜莎是可以考虑出丧尸，不过这个出装的话，打到后期很有可能打不过，是吧？虽然说现在他们是看上去优势，其实经济并没领先多少。因为现在美杜莎需要刷呀，而且斧王也是没跳。现在秘密这边斧王的跳刀是他们的一个节奏点，等于说再个连续阵亡。这边大圣也是在出丧尸啊，双丧尸，两个大哥。哎 ，Lisa， 这一波美杜莎是有分身符的。有跳晕一下丢回来，这边开大招。我操 Lisa 这个啥操作，好吧，开一下分身，然后把分身拉走，这身无敌斩斩了分身好多刀。这一波美杜莎死的还是挺伤的，这段时间是美杜莎绝对的一个刷。哎，全降，欢迎回来。
这边载歌终于是马上跳刀了。操，我还才发现我他妈晚饭都没吃的，突然一下感觉饿了。现在几点了？8:30。夜眼上空正受到攻击。哎，这边没刷开到。船长这边标记船，拉回来，有天堂的。大圣，哎，这边是上树被封吼了，直接秒了。我操，没刷，突然一下满魔了，他放了一发蛇吗？哎，标记中自己，这边死亡也是被怎么没了呀 ？FT FWD， 好吧，感觉这把应该是秘密赢了，打的这种局势。赏金，我去看一下桌上还有没菜吃。不行就点外卖了。恢复神符。眼军团正在扫描。主宰之力。奔得了！天辉军团正在扫。妈的，盘子是有几个好吧？盘子里面剩下的只有辣椒了。紧随其后。我等一下，等点外卖了呀。来看一下这边，标记斧王跳吼，剑圣这边是双刀丧尸，哎，被空插了，大神放了一个大招，船长开出了船，这个位置哎被石化了，露心，这边是开出了无敌斩，斩死了小歪，自己是，哎人呢？我操，又是那一招，看见没？又是那一招无敌斩风暴 TP， 没风暴啊，他就是无敌斩 T 加 TP， 正好斩死小歪 TP 走了。这一波打赢了 FWD， 这边全将也要死 ，Mid One， 小小给了一个 Win。但是没魔放 T， 大圣还在树上一棒子给了一个善思，那这样的话 Mid One 也要死，这边开风暴 Mid One， 这都要开锅吗？该死的要死呀，难道这把有说法？双倍伤害啊，刚刚没把这个剑圣秒掉好吧，让他空血开出了无敌斩，斩死人，关键他还踢走了。爆雕哥晋级了，不是有这么快吗？
不是勇士联赛才八点开始吗？现在才八点半，等于说十几分钟就把对面打击了。这边死亡空血还没死，被标记了一下还是没有死。美杜莎，美杜莎这边没魔了，被丧尸打的。这边给了一个空叉网住，剑士有点扛不住啊，再往后退，他有无敌斩了。哎，被扬了一下，陆逊，哎，被蛇棒点死了。美杜莎这边回了很多魔啊。耶、yeah? ，谁要赢啊？谁要赢？不过这边剑圣买活，小小也是买活，这个盾不想放。那这样的话，这边全将一锤子是破了一个，骗了一个风暴。我、哦、快祭品了，都十问要强打。天辉象塔正受到攻击。斧王这边还想抓下路先知吗？这边美杜莎也是带盾了，马上兵眼，只差1000块了。死亡水。大圣这边是丧尸之后又更新了一个电锤。陆巡，陆巡这边是在出蝴蝶。这边米德万下一件再出大炮，不过他确实现在挺肉的，好吧，2700血还有天堂，有缴械有闪避。幻象，这边斯文是祭品的，很肉啊，2000血的斯文。看小歪，小歪这边是以太跳刀，精气直球，再出 A 杖。小小这边一套秒不掉小歪啊。哎，这边是吼道大圣，美杜莎开道想怀孕，哎，也打不过，船长给了一个水床，有天堂，剑圣这边无敌斩，没踢，那这边的话，陆续斯文有锤 ，JJ。双大哥读秒，这边剑圣是90秒买不活，是吧？之前是买活的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一波可以撸高地啊，上满有蛇棒，是吧？这个高地可以破了都。夜眼建筑全面压不住去中呀，跟没有啥推，这不随便推好吧？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。夜眼中塔正受到攻击，夜眼中塔。史文这边也是在跟踪诺，来，这个蛇棒一插，现在还有50秒。下路这边斧王跳吼是被谁出了个吹风？小小。夜眼中塔已被摧毁，夜眼中路阴云正受到攻击，被直接空投给抛死了。哎，这边 Mid One 也是90秒埋不活，但中路是已经破了。哎，棒子棒子，哎，没看到。本来这一波是可以留美杜莎的，美杜莎这边是有兵眼，那这边死亡也没了。哎，被谁秒了？被小歪加上那两酱油给锤死了。大圣这边是宇宙哥，这边是假腿祭品引刀在紫苑了，是吧？刚刚杀了小歪。装备伤害。这个大圣有点伤呀，刚复活就死了。
再出否决吗？宇宙哥正受到攻击，确实这一把苏麦他哥有点滑，好吧，你看他这个数据要超轨了，4-9-13，这他妈应该是变态了吧，这个数据是吧，经济倒数第五是吧，杀四死19-13，助攻不到136，这应该是变态了吧。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，这边死亡也是逛街把自己逛死了。美杜莎，美杜莎是马上蝴蝶了。可能剑圣啊，剑圣也是在做蝴蝶，差一个闪避护。正受到攻击。这美杜莎的盾是到时间了。下塔已被摧毁。俺老孙去也。团长强袭。夜眼军团正在扫描。夜眼下塔正受到攻击，这些都是财富的种子。哎，这边想单杀鸭脖子，但是这边小外是有 T， 好吧，他需要一个否决啊，否决是可以打断 TP 的。标记斧王回去拿飞血，是吧？秘密也是看到这个先知啊一直在带线，斧王这边是出了一个飞来抓他，虽然是带了粉的，哎，正好是。天辉飞走了，正在扫描，飞到了上路，那这边的斧王，哎，小小这个位置是不是在破雾？点了一个灯，不敢上。死亡战麦开出了大招啊，2700多血的死亡。这边死亡也是做的一个秘法鞋啊，秘法鞋的话也是吧，之前说到的。是吧，当对面有美杜莎的情况下，是吧，这边酱油是需要一双秘法鞋的，因为打到后面啊很容易就是美杜莎一发蛇，是吧，就打的你大哥，像什么剑圣啊什么大圣这种，或者说包括小小，是吧，打的你没魔了，你放一套技能就没有下一波续航了，是吧，像剑圣的话很容易就是没大，是吧，没魔开大，或者 风暴啊之类的。天辉下塔已被反补，卢醒还是会刷，你看他这个装备是没狂战也没有电锤，这装备其实刷钱挺慢的，但是他这个经济已经刷得很快了。夜眼上方圣坛已被摧毁，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，夜眼上塔已被摧毁。他们这个人头要这么焦灼吗？又打平了27-27，哎，现在行子可以单杀了啊！引刀紫苑加否决，好吧，最强单杀道具。不过好像可以 TP 啊。是吧，紫苑加否决好像是可以 TP 的。来，快来！
现在秘密估计要等这个盾，看一下还有两分钟啊，肉山盾还有两分钟。否决可以踢走吧？哦，否决还不能踢，不能使用道具对吧？否决还不能踢。双倍伤害。饿了呀，加上困了呀，现在是又饿又困。哎，这边怀孕开启了大招，双倍被小小吹掉了，他好气。天辉下塔，大小，哎呦，这边剑圣这个无敌斩，团长拉满，哇，全家好肉啊！他吃满了这个无敌斩，就掉了一半血，2700血的斯文，这他妈是一个酱油好吧？吃了好多技能，这一波 FWD 炸裂，小小这边要买活死了。暗影神符他赚妥了，可以直接拆上路，大圣买不活，然后剑圣也是个废物，他没有大招。哎，直接打基地了 ，nice 啊 ，GG。那这样的话也是恭喜秘密，好吧，拿到了小组第二，是吧？淘汰赛的一个胜者组的名额。他这个不会是 A 组打 B 组？哎，他这个是胜者组吗？还是说还要打？